你讲到重点了，祭祀的事情，祭祀的事情有分很多不同的 label， 对吧？帮忙点香也是祭祀，对不对？帮忙解签也是祭祀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它的 label 不一样。那跟我相应的这个，在学习过程中，它有不同 label， 对不对？相应在这里呢，还相应在这里，有不同 label， 是不是？但是前提是什么？前提是你要有一颗跟着天地互动，去把你该在人间做好你的职责的一些事情的这种决心要有，对不对？那他跟我学习 ，however， 那有一天他可能就可以用上去，是不是？那可以用上去的时候，那是他的使命了，因为他曾经，这个是你要有一个基本概念，就是说，你所做的一切的努力，不是为别人，是为你自己。如果有朝一日真的有机缘，有什么样的一个点，刚好可以邀请自己去做某种的精进，也不是一件坏事，对吧？但是你千万不要把一个观念搞错了，精进不是在讲神通，好，但是神通只是精进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，懂我意思吧？所以不要像，就是你上我课这么久，你不要到现在还把这东西混为一谈，那就不对了，你懂我意思吧？所以这些东西是很清楚，它放在这边的位置是什么是什么，然后什么样是什么样的比例，它不会是还像是外面的人把这全部揪在一块以后说乱七八糟一通，突然讲神通，是吧？那我又懵了，又被懵了，这个不解之缘，是不是？好，但懂我意思吧？好，只是说的一个这个。想要鼓励你的是，你就好好修吧。其实这么简单，所以人不要想太复杂，你懂我意思吧？你好好修，你后面你真的有一些这种想要在世间做一些事情的决心、愿望，那后面他也许就会有一些因缘产生嘛，就这样子。好，重点就是。就像刚刚 Victoria 讲的，那现在在座的诸位跟我有相应？相应啊，对不对？只是在相应的过程中，相应的应的后面还可以应上应啊，对不对？法中法，懂我意思吧？好，所以 Victoria 说：“你说嘛，有没有相应？你说没有相应，我明天不来了。”枉费我刚刚这边开车开那么快，饭都没吃，在外面吃了还。对不对，米特然？你刚是这个意思吧？是不是？我在车上就跟着做心。我先跟你讲的意思是，你要重视超级生命密码的系统。That's it， 其他你不用多想，懂我意思吗？我们的生活啊，你经常没有办法从复杂的境走到简单的境。因为你有很多的东西想不通，就一直在困扰自己，对不对？然后困扰着困扰着，啊，本来没有什么问题，就困扰到后面有问题，是不是？然后可能本来原来一步一脚印就可以到那一点的，你在前面，就是一开头还没有走两步，你看那边这么远啊，别去了，去不到，就没办法精进了嘛，对不对？但你说 OK， 我做好我今天该做的。然后明天又做好我今天那天该做的，一步一步一步就到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你人生里面的未知数，是不是都是在自己，也许你的思维中、你的逻辑中，因为自己的经验或者知识，或者是这个曾经有过的这种。各界的接触的资讯不足，产生你对那个议题的中间有一些空洞期。那么那个空洞期，如果你没有立刻的把它补满，
就会让你内心感到一个说不上来的一种感觉，严重的时候也许是一种恐惧，对不对？就好像你要做 homework 做不完，第二天要交怎么办？你就恐惧了嘛。明天还有小考，要考 homework， oh my god， 整晚睡不着。那整晚睡不着干嘛呢？睡不着起来做功课啊，做完不就会了嘛，对吧？所以本来可以很简单的东西，你就不用想着觉得你自己比谁都聪明，在那边翻来覆去翻来覆去，最后也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得成就，是不是？所以什么样的课题就用什么样的方式，然后在当时解了，然后往前进，对不对？然后下一步要什么样的 study 又解了，再往前进，就这么一步一步一步，你会发现今日是今日毕啊。你所有的东西该要学的，该要去消化的，它就是这样，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开始让你有信心，觉得这个人生或者是生命的的确确就是这么简单，它没有像你原先想的那么复杂。而你一步一步快要走到终点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好像也 OK 啊，不像我原先在开头想的这么样的，前面那么多的路上有那么多障碍，是不是？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把我们很多本来不必要的担心忧愁忧虑化解掉？而这些东西的的确确在你日常生活中，它就真的去 block 你很多事情啊，只是你有时候你没察觉。